每一次的短宣呢，我都是一个好好的学习，让我去经历神。今次呢，去到那里，神就跟我讲说话，要我学习去放低，因为我对很多小事的缠绕，好像个心不是很静一样。当我去到那里呢，就完全的放松。在敬拜神的时候，唱诗赞美神，好喜乐，好喜乐。在当中呢，我也都看得见新增姊妹那种完全的放低，全情的投入。我觉得我很需要向他学习。咁去到嗰度，我係即係成個人係覺得自己係成長咗嘅。咁喺嗰度咧，又見到都好似頭先咁啊。葉牧師其實冇同佢按手，佢都隨時嘅投入咧，聖靈就作工，佢就會跌低嘅。我覺得我好需要向佢學習，同埋去到嗰度有一個智商有問題的男仔，其實31歲嘅啦，但係望落佢好似10幾歲咁樣嘅。再加埋有癲癇，佢係唔好識得表達。我同雙真同葉牧師同佢祈禱，三個人一齊祈禱，同佢祈禱咧，佢係專心唔到噶，不停喺度搣手指甲。但係聖靈嘅作工好大，即係對於一個智商有問題嘅人咧。是很難 去投入得到聽得到神的說話，但神都在他身上面呢，讓我看到見，哇，真的很厲害啊。我們跟他祈完禱之後呢，神會令到他整塊臉會發光，即平時呢是很少見到有這個情況出現。再加上呢，去到那裡是有一個下午呢，就是教輔導的，那有一對的夫婦是傳道人，但他們相處呢都是不太懂得相處的。其實很多對夫婦呢，一般的夫婦都不是那麼容易相處的，都內心都有很多東西卡住。在當中呢，葉牧師會教導他們呢，就是現場去實踐，讓他們去表達，去互相去認識自己。哇，在那時候呢，我很看得見那個女的傳道呢，他真的很釋放，將他自己的壓抑在內心的東西表達出來的時候很釋放。其實他的老公不是很懂得去表達自己，因為男性就覺得搞定一些事情就算了，你忙啊，我都一樣忙，你為什麼搞成這樣啊，即會是責備咯。但是呢， 在當中他學識去體諒他的太太，即我覺得神能夠帶領著葉牧師去教導他們，他們有很大的領受，我深信他們回去他們教會呢，他能夠幫助很多人。是啊，即是 我感受到神大大的使用葉牧師，還有即讓我都有機會去學習，在當中呢是很得祝福的，去祝福那裡的人，他們呢其實是很缺乏的牧養，他們能夠即見到葉牧師來，他們很開心，很開心，很感謝神。見到神的作為呢， 我覺得我自己要繼續多些去努力，多些專心去享受神。我求神賜我更大的力量去幫助身邊的人，我感謝主，將榮耀重讚歸俾主。我感恩啦，即係睇到神咧同在啊，比上一次去咧仲更多啊，恩哥同埋同在。佢一班咧真係好漢無啊，都係領袖嚟嘅，即係佢自己本身都要去侍奉嘅，所以佢自己一靈明咧係好漢無好乾啊，好需要牧師各位教導啊，神的同在啊，恩膏啊，去祝福俾你哋，等佢哋即係靈面你去更多得著力量啊！即係我睇到好感恩咯，即係有地方去弟兄姊妹啊，同埋侍奉人員啊，都係好開心嘅。睇到佢等於咧嗰個心同埋團結。我看冇做嗰啲聽課嗰時，你都係
都係好投入嘅，跟住培訓咗幾日，牧師送佢咧，又去即係接受嗰、那個新年咧同在啊、恩歌啊、醫治啊嗰、那個唔同咧嗰個牧養啊，哇！覺得真係年年都唔同，睇到好合一，我真係好感恩即係好大嘅得著，我就喺上邊嗰度被我嚟要，我神知道我需要咩咯。所以我做一項福祭嘅度，神就會帶領我祝福我，俾我去更多靈命去更新，同埋去今日咁朝咧去天水圍嗰度咧，我睇到哇，真係我突然做咗，我同我弟兄姊妹，今日咧係去同我一齊，因為我講到請你哋去作見證。嚇！你話點啊？啲預備好未啊？緊唔緊張啊？我話放數啦，放俾聖靈啦，跟住我咧就唔知啊，就祈禱啦。跟住阿牧師咧叫我要上台嗰度，要上台嗰度咧，哇！好似真係好輕鬆嘅，唔係我自己講嘅，完全係聖靈喺度帶住我嘅，即係好多嘢我都冇預備到嘅。第一個問題就話我都冇諗到話威信向嗰、那個路加福音十四章嗰度，跟住係嗰個咧，突然間講下咧，我要聖靈叮一聲。哇！即係鼓勵，即係講到話啊，嗰啲租會都係村屋嚟嘅喎，即係公屋嚟嘅喎。即係好多人啊，可以去傳福音啊，好方便啊，咁樣即係我都係咁樣去講見證。即係本來呢啲咧應該唔係我講嘅話，唔知點樣都講咗出去喎。即係都係感謝神咯，神咧愛我同埋帶領我，使我我真去降服在主嘅腳前嘅時候，放低自己。佢咗同我哋同在，俾我哋唔係我哋去講，係聖靈透過我哋好去講出嚟。感謝主啦，榮耀歸上帝。弟兄姊妹平安。就每一次咧，其實亦都唔係每一次，只有兩次。今次係第二次跟牧師去宣教，咁但每一次。呢兩隻係我都好興奮，興奮今次興奮到我隨身嘅用品全部都冇帶，太興奮出門，好似去旅遊咁啊，好似出去郊外旅遊咁啊！求主幫助我。咁就我今次咧，我領受到就係聖經裏邊羅馬書第八章，萬事互相效力，叫愛神嘅人得益處。係咁，因為喺今次嘅聚會裏邊咧，真係特別係牧師就係最後一堂嘅講到輔導，講到嗰陣時，後屘跟住有位姊妹，佢就企起身就講佢嗰陣時嘅一些經歷難處。咁佢講好多，咁我就唔係十分嘅記得，但係佢其中講一句咧，我印象就好似一個閃電打開嚟咁啊！咁佢話佢因為佢嘅問題就係佢嘅仔，就係有啲問題，即係唔係頭先平信講嗰個細路仔，係講另佢嘅仔係有啲類似係過動兒嗰種，即係喺聚會嘅時候咧，可能會有啲聲音啊出嚟咁樣，可能會造成即係喺聚會嘅時候係弟兄姊妹有些受到影響。就嗰陣時佢，但係講起嗰陣時嘅心情嘅時候，我就第聽，但係講一句嘅其中一句嘅時候，佢話神你喺邊度？你喺邊度？我感受唔到你。哇！依一句突然一句成個打響嚟我心。咁後屘佢講完嘅時候，牧師都就係安慰佢，都就係安慰緊佢。佢話主知道。其實點解我會對佢依一句咁感依個感動咁深咧？因為依句係我舊年我患癌嘅時候，患完癌做完手術之後，我做一個電療，成個過程係冇痛嘅，但係後邊嗰對係我自己嘅疏忽。我電療嗰下快接近尾聲嘅時候，我唔小心碰到水，以致我手術成個胸前呢塊肉潰爛，成塊肉係潰爛。嗰陣時我因為佢講明即係話唔可以再濕水啦，一再濕水你就好難好啦，即係咁所以嗰啱啱嗰時正夏天，我正夏天，哇！我已經我個房又冇冷氣，成嗰啲
汗一直係從我全身從頭頂流落嚟，我一直用紙巾啊，用毛巾嚟抹我啲汗，我唔敢濕水。但係差唔多有一個月嘅時間，終於有一晚我成個人失控啊！我一樣照講翻嗰句，嗰陣時我動作可能比較粗魯啲㗎啦。我話主耶穌，你喺邊度？你喺邊度？你喺邊度？我感受唔到你。我而家比較粗，學翻嗰文，我感受唔到你，就喺嗰下。就是那一刻，跟住一秒鐘，我整個房間的氛圍改變，我感受到很大雙手緊緊地擁抱著我，我知道是他，我知道是主，他一直抱著我的時候，我一直到我全到我整個人即平靜下來的時候，我嗰種我唔係話我身上痛的時候痛哭，我而是我對他的不敬，對他的不信。我感到我對我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憐憐我。從嗰晚開始，我發覺我同主嘅關係由180度，唔係主嘅問題，我嘅問題。我對主嘅認識，我對主嘅感嗰種敏鋭，我能夠更加清、更加的敏感，敏受佢嘅愛，敏受佢嘅同在，敏到佢教導我嘅嘢，我都好容易能夠敏受，即係敏感動感受到。所以那陣時嗰下嗰姊妹同講依句嘅時候，我就後屘到會後我就同佢講：我話姊妹，我耶穌十分嘅愛你，耶穌十分嘅愛你，佢知道你一切需要，因為牧師連牧師曾經同依個姊妹講過，佢話主知道，阿門，主係知道嘅。我係我主知道你一切嘅需要，啲一切嘅一切嘅問題，你唔需要擔心，我主要好大嘅使用你。真的，而且你和主的關係180度的改變，我這樣跟他說，我就一直安慰他，你不用擔心，現在是過渡期。後來感謝主，我真的正如可以羅馬書這句說，萬事互相效力，叫愛神人得益處，這句話是真的。在一個不同的地方，我們兩個人相同，連接在一起，然後經歷這句話，我覺得真的感謝讚美主，榮耀榮耀歸給主。